下路抱歉，所以这场大家好，今天晚上我来到了台北和平篮球馆，我第一次进到这个篮球馆，这个篮球馆相当的新，就是当初在是大运的时候建的。那今天这里相当的吵，吵不是人太多，是有在转播。你看我后面已经倒下，就他差点收羽毛，地主球三分，太难了，他有办法把他给打下来。超大电视墙，四面的超大电视墙。我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的画面。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我正前方的画面。刚才给大家看的电视墙在这里。哦，那个实况很激烈。然后后面也有个舞台。哦，这个还随着灯光在那边闪。下面就是比赛啦。比赛现场。哦，这时候比赛结束了。压制力蛮够的啦，对于 Rings 来说，无论是上路啊，或者是下路，都在前期的。对，光线相当的亮，相当的充足啊。打野输太多了，因为打野。我带大家绕一下。野区就会失守，你的队友完全没办法对线这样。这里的话，其实就是打野只要一失守的话，队友想要过河道，一个四方形的。一个运动场馆，而且导致下路线他们前期沟通又不好，又被 gank 到，导致他们选择卡玛要去保菜。上面下来这边是媒体区啊，音响设备，对，可能我觉得等等。那这个奇招一出来，人的话现在都只坐在我正前方，太好的一个效果了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是 MVP 自卡的部分，对。这边突然响起的欢呼声，不知道是欢呼声还是加油声。我觉得其实两边就是打的经验了，毕竟我们都已经打到一个十六强，就拿一个八强的。这个摄影机的掉价，阵容选得好的话，容错率高一点，其实你很容易可以翻盘。对，等于是说你的阵容跟好几百万的设备，就以前在 S 四或者 S 五那种，一个人很强大的开运出现。变得比较没有那么明显，就不像比赛的现场，然后它的周围其实还算蛮空旷的。那这里除了有个中华电信以外，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了，就是一个运动场馆。那这是他这三天的比赛 ，Day One、Day Two、Day Three。哦，那。有个免费进场，这个是个活动流程，可是奇怪是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活动，可能是时间晚了吧，我们明天再来一探究竟。好的，隔了一天，我现在又回到了楼下。我这次往上面看一下，有什么厂商来吧。今天的厂商都有来，不过好像跟电竞没有什么关系。这边除了包包，然后帮他打卡可以玩一次射击以外，然后。这边外围好像都是只卖吃的了，这边是卖茶跟冰淇淋，然后这里杯斯，那大学，还有进口饮料，土耳其进口饮料。好，那大概这里的。状况是这样，那我们到另外一边去看看。在今天改成在一楼看，所以这边就没有办法上去啦。突然变成正中了，对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一直在经历这样。哎，你们不是这首歌已经等很久了？对，对啊，多久？掌声再给二五，欢迎带来这首《梦想》。
传说对决的 coser， 谁就听牌了。上来的第一场这样当手，这个才是最难的。但是你如果做到了，你们这一场才是赢。因为刚刚我们刚刚说魔影一个人秀三个，真的是有点惊人。没错，直接在凯撒旁边一个秀三只啊！我记得就是说，这个魔子操作刚刚大家也看到了。哇，完了，哇，这一点上还好反应够快，又被留住。哎，这边人物是始终往上，他的心理跟上，其实这个人物是做得很好的，但是也从旁边一个被。那今天可能是打得比较快，所以没有像昨天那么热络。那也是这两天我到这里来的一个游记，来这里参观，看看篮球馆长什么样子。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